酸其实就是从苦杏仁中萃取出来的。那有人加苦杏仁酸或加杏仁酸，其实都可以。它的本身的结构其实因为它会有类似像对苯二酚的结构，所以它可以有点抑制黑色素的产生。它本身在很早以前被拿来当做抗生素的辅助使用，因为它有抗细菌的效果这样子。哦，那本身它也有消炎效果，因为它有类似像水杨酸的结构式，所以它又可以消炎，可以抗色素沉淀，它可以有抗菌的效果，它本身也有去角质的效果。总而言来说，它可以对抗发炎期的痘痘，哦，它可以改善你的粉刺，减少粉刺形成的小痘痘，它可以改善发炎后的色素沉淀，甚至发炎只要不是太严重的情况下，它都可以辅助去帮忙淡这个红跟淡这个黑的效果这样子。所以它的使用方面是蛮广泛的，但是要谨慎使用。